喂喂喂，大家安安安安，好啦，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啊？今天玩这个 Happy World 啊，然后刚才老皮就是一直抽不到好的武器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好，老皮就怒存了那个30美金，然后就是拿了250张的快乐券，现在来怒抽一波，我们来怒抽一波，先来抽一个，浪费钱，爽啦，好野啦，怒抽，太简单了，来抽什么鬼嘞？怒抽，白鱼之剑。这是一般的道具吧？这有兴趣我的剑呢、欸？对啊，庞克之杖，庞克什么东西啊？巨鹰舞之杖，星级武器，攻击魔法攻击418，哎，好高。可是我不是要往哪站战士的啦。反正你有200多张啊，再拼了啦，再充一张啦，充到为止，战士。什么东西啊？葡萄糖果，这个好烂。哎，战士的镀金斧。可是这也不星级武器，粉红眼之杖又是法师的，他到底是要我玩法师的对了啦，还要让你玩法师啦，那个可以给别人吗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别人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给你们啊。可是我是玩那个哎、欸，怒潮铁锤矛，哦，又是镀金斧哎，闪亮钥匙是什么？是法师的吗？对，法师的又是法师哦，快点！金草莓果酱之剑，好烂哦！咔咔声之杖，鹦鹉之杖又一只，不要再一只了啦，没剩呢、哦。再一次啊！拼了拼了！如果这900块还没有的话，我就真的以后再也不出资了，好不爽。哎、欸，有了！传奇之剑，攻击464，哇，天哪，超猛哎、欸！帅啊！钻石剑啊，拿来吧，钻石剑。然后现在抽什么呢？你们觉得抽什么比较好？抽饰品吗？装备啊，装备、啊。还是先抽头盔好了，头盔没有。下面那个星排成一排的话，好像会抽到好道具。真的假的？抽一个书呆子帽，这什么鬼的？一本书夹头上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大丝带哎，好可爱啊！战士的呢？哇，你的星快排完了、啊，我看你的星快排完了。还差最后一颗星啊？那我那颗星要抽什么？抽。什么比较好？盾牌、衣服还是饰品？饰品每个人都可以用。好，那我抽饰品好了，因为饰品比较划算啊，饰品比较划算。啪噌，可爱穿环，穿哪边？两个可爱穿环，那很烂的。哎，民航机哎，获得一个道具，减少技能冷却时间2，然后减省 AP 1和2，哇，一次减少3点哎，这不太猛了？快乐时间。哎，集满之后出现快乐时间是干嘛的？可能就是可以抽到很好的东西吧，还是说它是免费让你抽？或许哦。那我要抽什么？配件、防具、衣服、头盔啊？你不是没有头盔？头盔我刚才抽啦，抽防具好了吧？抽防具。好啊，防具好了，来啊！快乐时间会抽到什么东西？快乐时间，咔嚓，紫色的紫装法师的啦，钢铁盔甲。哦，妖精法袍，防御加两，哎、欸，它防御是210，然后魔法防御是221加200，400防御、欸，哎，好多、哦。他叫你当玩法师，好啦，就是要玩法师嘛，就是一直在玩法师就对了，不爽啦，抽干为止啊，抽干为止。这张感觉，可是这个感很强，都感觉很强，而且他的那个心是双重心的。传奇武器啊，对啊，传奇方式。对，他快乐票券怎么越花越多啊？没有越花越多、啊、哦，都是一模一样的防具，很烂哎、欸。他都给你抽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蓝血盾，又蓝血盾，蓝血盾，又蓝血盾。皇后之盾，好啦，至少有一个不错的盾了。皇后之盾，一直蓝血盾啊、哦，这么爱蓝血啊。好啦，来抽个视频好了，来抽个视频。星星是最好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星星就最好啦。微笑腰带，剪刀手，登山者背包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好。武器上升2，然后 AP 消耗减2，重生速度上升3呢、欸。好啦，就先抽到这样好了，剩下30几点留起来。哎，蓝血盾啊，一直蓝血盾。大概多爱拦截，好啦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换什么装备，先装备一下。我们8点的时候，已经8点了，那我们待会就来玩一下。
好啊，新装备有神装啊，神装。这个台战，夸张台战就是爽啊！你这个台战，我攻击461耶，超464耶，传奇之剑，夸张啊！哇，用起来超爽的啊！台币战士啊，超爽的，捡到一百块啊！哎妹，台战就是台战呢，以后你要冲第一个啊，你要冲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先等我换一下装备啊，可是我的战士没抽到比较好的盔甲啊。可是你有个很好盾啊，很好的盾是不是？哪一个？就那个黄昏山背包。对啊，你不是有个400防、400魔防、400物防吗？哪一个？哦，这个啊，皇后之盾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皇后之盾是物防447，然后加160防御，然后魔防是447。可是那个我负重都爆表啦、啊。对啊，你要练上去，你要练上去啊，烂啊！对啊，好想用，但用不到。哎、欸，经验上升加2哎、欸，好啦，那我们就来穿比较轻装好了。怎么会这样嘞？太雷啦，雷爆啦！不能拿吗？我现在超想拿来看的啊。你可以把其他装换比较轻的哦。那我变成说我的那个角色是不是要重练？练不同职业的话，他那个要重练了，对不对？不用吧？我记得不是排名上升重量，对啊，会上升的嘛。所以他是算全部的，对了。对，好吧，有时候是皮弟耶，对啊，他是皮弟啊，皮弟的脸，操控皮弟，好吧，操控皮弟，看一下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民航机嘛，民航机好像不错用，来带民航机啊，节省 AP， 这样我可以拼命放法术把别人打爆。好啦，我们来组队吧。好，要怎么加入？当然不知道啊。可以邀请好友。有人说老皮可不可以加？可以加，可以加，待会就直接加就好了。待会就直接加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是可能要用排的啦，因为也不见得说一定排得到啊，就是要、可能要撞撞看咯，我就跟老皮同时间排，你就搞不好就遇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来啊，邀请好友，谁开谁开？我开吗？我邀好了，你邀好，我不会排。你邀那你邀我，刚好是奖励时段，玩家对战啊。先邀再开一下，我先把 PD 拉进来啦，自己会突然自己开始。我把 PD 拉进来。好啦，至少他还有给我一把神剑，好不好？那下次心情好，我们再来抽，拼了啊，拼了！怕就不会大，我就给他抽下去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这个？我是开错了。有人说这个用手机玩吗？这不是手机游戏，这个是 Xbox 的游戏，还有就是电脑游戏这样子。打火机开错了。玩的是 PC 版，开玩家对战。你看哪一个？开到内战。内战，性感电锯耶！攻击800，太夸张了吧？性感电攻击800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是用那个吗？快乐时间才可以拿到东西就对了。我这东西就是要让人家意图使人抽奖啊！意图使人抽奖，太多逼！太过分了。我选合作模式吗？合作模式打电脑啦。那我是看哪个？比利怎么没有加入？有啦，这样有啦，玩那个啦，玩那个多人对战。没有，你先邀请好友，再选模式。对啊，你先把我们邀进队伍啦。对啊，要不然你加进去，我们就 Happy World。Happy World， 抽到破产了、不会啦，才900多块而已，抽900块而已啦。好贵啊！当做是零用钱呐、零用钱抽钱、一个月抽一次，对不对？好贵啊！氪金哦，我刚才氪啦，不是要是已经了，已经氪了，已经氪了，已经抽完了。好贵啊！抽了一堆烂装备，想哭，但是又不行哭，好想哭。哎、为什么你来那么多人进来？是那个是我的好友吗？还是怎样？观众？卡露露，快进来！但是我按了，我按了，啊、可是我按。哎、欸，你进来了，卡露露进来了，赶快排队对战啊！哦，有了，这样就 OK 了吧？那我快速配对哦。好、啊，打玩家，来打玩家。我们有一个很强。夸张了吧？你要这样讲好不好？这是血汗钱，所以我抽起来会很心痛的。好吧，我边抽到那种烂装备，什么蓝血盾，抽到我整个变蓝血盾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分钱一分货、抽这个烂东西。重客大大，对呀、啊，赶快下载啊！大家有空来玩啊！老皮应该最近都玩这款游戏啦，因为真的还蛮好玩的。我没开台我也会玩啦、对啊，没开台我也会玩。因为你需要练等、啊。它最高上限是一队可以30个人，对不对？一队15个啦，一队30个，60个人对打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哎、所以是哦，对面的是第一队对不对？哎、对面不知道是什么的，不一定。哎、菲菲中断连线，对啊，我跳掉了。你再加看看，要先离吗？我加不进去了，这假的？这要怎么退啊？这好像退不了。满啊！有那什么电脑？就 Happy World 啊。
好像是没满，为什么会又会断线？很奇怪。这个连线真的是还是带奇怪，对啊，有待加强啊。麦块啊，麦块明天会晚啦、啊，明天晚上啊，星期二晚上的10点到1点，这游戏超级轰可爱，什么超级轰可爱？超级轰、哦、开始了啊，我们组队啊。哎、欸，他没有，他不能选那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这张地图这个也太多那个了吧？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啊，我也断了。你也断了。对啊。很容易断啊。啊，现在还有谁跟我同队？我啊！谁把门关起来了啦、啊？那我在家里。跟着我。赶紧直接上了啦！先站后面的比较要紧。哎、欸，我也断了。你也断了。超容易断、啊。啊，所以只剩下我一个人就对了。没有，还有我。还有你。我在家里面。可是我还在。可是有你跟我一队，我还蛮担心的。你看，有人自杀身亡了。一队的人自杀身亡。到，这块地图好大哦！我发现五六个人哎、欸！快！快点 ，Happy Wall！ 我对方好多人哦！快！我要一个打十个吗？我要打十个，来吧！你神装呢？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这你啊！我看到你 ID 哎、欸，谁？神装被打，神装会被秒杀了啦！神装，传送，这时候还不能传送，我被秒杀了啦！对，而且神装，而且为什么你们在对面啊？我跟你们不同队、欸。哦，卡路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对啊，我跟你们不同队啊。嗯，可是我不在了、欸。你不在了，因为是看到你离开了，可是你的名字是红色的。哪里啊？杀啦！打什么打？哎、欸，迷路了嘞！打什么打？哦呦，很痛！哦，很痛哦！我这边秒哎、欸！我没有装备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老皮跟我不同队哎、欸！我跟你不同队啊！我现在被你秒杀，我看到吐司啊！这好奇怪啊！他不是会同队哦？对啊，他们队伍可能会乱分的关系吧。不要拆我们家塔、啊！干什么？有一直在电我，难怪我每次一打都一直受伤，就这样、啊。后面有人在一直电我，输定了，赶紧走啦！我弃械投降了，拜拜。哦，我要打草丛里面啊！我们一对一，咱们来个草丛的 party 啊！拖进草丛里面，啪啪啪！我说啪啪啪是攻击的意思啊！哎。怎么后面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有人复活了！想复活没？单挑啊！一对一我就不怕啦，一对一我就不怕了。来，来妹，还冰我啊？还冰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差赏的，快！拆家！砸一砸不够神了，没有啦，因为我现在装备穿不起来啦。我有装备，可是我没办法穿啊。你有法师要电我。哦呦，神九位又被冰了，真的好烦！不要冰了，像啦啊！哦，三打一，我的战术失败了啊！我死掉了你。为什么玩的时候其他朋友跑很快，然后你跑很慢哦？跑很慢原因应该是那个啦，你的那个没有附魔吧？如果队友帮你放那个加速的话，你可以跑很快啊。嗯。那等级很多，这个玩法其实有点像是那个英雄联盟，有没有？你杀敌人的话，你可以升级。那升级的话，你就会随机得到一组技能可以用，所以每场的技能都不太一样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来呀、啊！我打好痛啊！好啦，我决定躲在队伍中间打了啦。法师跟那个好难操作。我根本就秒杀人啊！啊！看台战的威力啊！台战来也！干什么？啊！台战没等级，欺负我台战啊！没有，这不是台战，是美金战士啊！美金战士，来啊！美战啊！来啊！美战啊！看我的 USD 攻击啊 ！USD 美金啊！汇率1:30，小样1:30，哎呦，打错人了！1:30啊！1:30，砍了给我！会怕啊，会怕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哦，被打飞了，还补血，
快走！旋风斩！哎，偷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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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来咩？还想防御？这谁？偷盖盖大炮是不是？没死，来来来，我被缓速了啦，也死掉了。哇，超级还在。有人说一比三十威力太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应该用欧元战士，因为汇率越大，那个什么讲力量越强。欧元战士，汇率等于战斗力。我的汇率等于战斗力，好吧？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汇率管。只要有一个补士帮我补血，我就无敌了。干什么啦？砍死你们！小风铲！哦，我有，要死！哎呦，被晕了！来呢？太逊了！他旁边那个水晶，我也要玩。没有人踩。皮弟来，皮弟来，吐司。等一下，吐司打架！吐司！哎呦，来 PK！ 啊！哎呦，还不要、啊、还防住攻击耶！超强防御。我有风盾啊，来啊！哦，哇、哦，还把我撞飞，在风盾，没关系啊。哎，你们三四个打一个，这怎么公平啊？反击了，把他引到水边去打了。来啊！哦，一个死了，再一个，想打我，菜皮巴，哦，下水去了啦，可以打两个。还有八分钟，我们该把点站下来好了，不要让他复活，太夸张了吧！老皮，好啊，哎、欸，皮弟，待会我们下一场组队啊。对啊，有人说你玩我的角色，我是创个角色跟你很长得很像啊。铁人方寸，跟随我，兄弟们上啊！哦，团队技能，哦，现在开始团队技能就是变成说，你可以跟队友一起放那个技能了。放了技能之后，它会有那个团队争议效果，或者说是一些什么龙卷风啊、炸弹、什么箭雨之类的那个招数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技能的话，必须要很多人发动啊，所以说你必须要在队友附近放，你没办法自己一个人放，自己一个人放的话，它会没有效果。好像跟队友一起放箭啊，我被射死了。你终于死了！你怎么箭雨世界？你们这样对？互射对了啦，射来射去，对，我们占优势哎。哎，我怎么一占到这个武器？你们这边，你们那队太强了。你这队有技术。对啊，技术那么强。好啦，加油哈，加油哈！来来来，快！哎，干什么？不要在那边偷拆我们家的哦。那个跑过来了，妈！你要给我单挑是不是啦？单挑是不是啦？哦，还放龙卷风打我，好痛哦！差点被秒杀掉、啊，不理他，反正他也炸不到我。不要拆啦！拆屁拆哦！干什么？不要打！没血了！哦，队友快帮忙！就水平不一样啦。有人说 FED 剑那个什么剑雨什么，吉小皮之前有玩过 FED 啊，那个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可是他后来台湾版已经倒了，不是吗？台版已经倒过，谁留流星雨这么多啊？一定要这样放吗？快！快！哦，成功！要挡路啦！吐司去死！吐司去死！哦，烂就是攻击多，哎、欸，我看你攻击多少？600吗？还是800？那就是600刀的威力，好不好？台战刀，打屁打、啊！你摆那么高哦！我再一次请君入哦、欸！下去啦！哎、欸，没下去，哥、欸！下去啦！没中！好烦哦，一直想要跟我打来啊！啊！哦呦，哇！飞弹攻击包给炸死了。我睡过头了。睡过头啊！
等一下，来啊来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下一场，因为有人断。